你现在当现值十二块钱，拿钱过来。拿钱过来。没有，先欠着。当现了九十二块钱，你肯定要拿钱给我啊！站好。站什么好？我就喜欢挨这个。完。你不站好，后果你自己负啊！哪有人上班就站了？啊，这什么后果自己负？干嘛呢？哪怕这些不举证的干什么？后果要命！啊！睡就睡好你的。你想干嘛呀？大宝，你想干嘛？谁叫你睡这里的？我都不给钱了，我爱睡哪睡哪。你就跟李三一样。什么叫我就跟李三一样？啊？这里搞那里搞的，那我有没有给钱嘛？你不要做我双段了，来出单去。屁股太大了，没办法呀，操！你要是把我的双段做了，你又赔不起，天天都不上班的。哎呦，把屁股对着我，不干，转过身去。嗯，该干嘛就干了，不想干了。该干嘛就干嘛，快点吧。我你这个密码箱，不想干了。搭你两个人喽，曾总回来了，曾总。对啊，找不个发工资。可以啊，曾总。嘿，找我发工资？工厂打电话给我了，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安排这样的一个人过来给他干活，我都不知道你现在要干什么。做不了。那怎么做不了嘛？人家能做，你干嘛不能做？那个活又重又累，然后呢，主管又老是屌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做嘛？那上班给人家屌一下不是正常的吗？一天到晚没完没了，做了几天屌了几天，那谁受得了吗？是吧？干不了一点了，跑路了。那只能跑回来了。你们不要说话。哎呦，我们都说话了。哎呀，人家干几天被主管屌几天，哎呦，还不让人家屌啊？对，桶都不要了。对啊，连桶都不要了。拿着那么大的一个密码箱，我以为你真的也是能干得了。怪不得你也是一个要跑路的，你安排的不好做，没办法。怎么安排的不好做？你今天怀疑郭哥了？你要找你的问题，不是找我的问题。这真的做不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后就跟三哥混，我帮你提密码箱，放在这里先。放这边，这边放这边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放密码箱啊。你不给我放密码箱？坐下来，我给你算你的工资。可以。哎呀，这个密码箱跟那个母鸡下蛋一样，好像都没地方。没地方放了。哎呀，没地方放了。太大了，这个密码箱。搁哪里都放不下。感觉从这里过应该好。好。你让开一点啊！哎，这个角度刚刚好。做了三天。别等一下，做个三千别的还，整个还被复述了。你不要多话行不行？嗯。你那么多话，你干什么呢？是啊，又不是给你发工资。哎，等一下被复述了，我在替他求情。干了三千被复述怎么办呢？你那么多话的干什么呢？我都没有给他算工资，怎么复述嘛？而且我给他发一两千了呢，怎么复？没毛病，你要知道郭哥是人挺不错的，挺不错，你要知道。是哦，好好干，郭哥不会亏待你的。嗯，坐牢三天。我知道你坐三天，你不用告诉我。对啊，我等你发工资啊，快点发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着急干什么？都没有钱吃饭了，我肯定着急啊。来的路上了，没有吃饭，连口水都没有喝。你走开。你不要爱录在这里，你发你的呀，不发，不发不行啊，那到那捣乱还发什么？不发了。对，到底是干了三天，是干了四天？我这里是看到你干了四天了，怎么是干了三天？你干了多少天？你都不懂吗？啊？直接说我不懂的。那估计就四天，记错了，睡眠多了。干了四天，干二十六个小时，我也真的是服你的。人家干了干多嘛，你干四天才干了二十六个小时，怎么干活的？怪不得人家打电话过来投诉。不想加班。
屌来屌去，谁有那个耐心去加班了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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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算吧。26个小时，当时是13块钱一个小时的。你说你干轻松的，就是13块钱一个小时，所以呢，我就安排你过去。低工价跟做的事都不同啊！你说轻松哪里轻松？那是干什么的？不是折折盒子吗？折折盒子，空调车间的折折盒子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他也要抬货啊。折了又抬。抬动，折了又要抬，抬了又要折，那怎么搞？算了算了，我看你这人也干不了什么的。你的工资338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管理80。还要管理啊？谁在那里管理啊？我自己管理自己都没有人管理啊。那肯定要管理费啊。那谁管理了？没有人管理了。管理费80，扣了不管理了。干嘛上班呢？迟到的，啊，上了4天班你就迟到了，睡过头了，睡过头不懂调闹钟吗？没用啊，他经常这样的，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插嘴，你不要讲话，迟到扣50，好。你看又早退。你上班就迟到又早退，他不给我说不加班不能下班，那我就自己下班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打个卡直接下班，管得那么多不管了，真的是没得救了。迟到要扣掉100块钱，一天都干不了100块钱，你要搞个迟到出来要扣100出来了，你怎么回事嘛你啊？你都不能好好干吗？太累了，太累也要干啦、啊！迟到扣100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还没问题，迟到扣100还没问题。人家迟到扣几个小时，他扣100。哎，早退扣100，还没问题。早退扣100，知道？不是迟到啊、哦，早退扣100。哦，不是迟到，对吧？迟到扣50，早退扣100。迟到50，早退100。还有钱，没事。说得好，我就喜欢你说那句话。还白了块钱。你现在的工资还有100元吗？发过来啊。发过来，我还没算完呢、啊。你再借我200块钱不要扣出来吗？怎么发过来？变负数了。都要倒贴，倒贴。你借人家的钱是不是要还人家嘛？借你的钱凭什么要还？凭本事借的，凭本事借的凭什么要还？对啊，确实凭本事借的为什么要还？借了还给你干嘛？要还也不是还给你啊！你现在借了200块，我帮你减200出来。你现在倒欠92块钱，拿钱过来。拿钱过来。没有，先欠着。倒欠了92块钱，你肯定要拿钱给我啊！这里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在这里多事。人家没钱呐、啊。人家没钱啊。人家不欠欠着吗？完了，两手空空，没有了。把那个手机壳丢了。怎么没有？那不是还有100吗？那100拿去。哎。找8块钱给我啊！我大方点，我找10块。哼。他大方点，找10块，平本的买卖，人家亏那么多了。人家郭哥都赚那么多了，准备要换宝马了。你们两个是最多事，就是你们两个一直在这说话不停的。郭哥请我们吃饭吧。郭哥请我们吃饭吧。所以说没有，还有没有轻松的？你能不能干？下次一定能干，就没有钱了。郭哥，我们想当保安，猪脚饭都吃不上了。10块钱也够了，那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郭哥就喜欢欣赏这样的，真的。你要干活就赔本，就赔钱给他。不能再干这种假的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想干？怎么说？我是喜欢这样的。你不喜欢他这样的，你还喜欢我们这样躺平的吗？那借钱是不是要还？迟到是不是要扣？早退是不是要扣？这是工厂扣的。你还能扣10块？5分钟扣50啊？郭哥，那我问一下你，
我们干这么多班，是给你上了这么多班，为什么人人都在这里躺平了呢？你爱躺就躺你的。你呢？你不要听他们正在说话，懂了没有？我不许他们躺平。是啊，好干了。好，郭哥不会亏待你的。郭哥不会亏待你，100块钱里面只给只抽只一百三，里面只抽120，剩下的10块钱给你。所以说要学我们躺平，不要干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在想怎么能够让他们不去上班。学我们躺平，知道没有？你不要多话，你一直说个不停的，你那嘴巴像拖拉机一样。啊，走。对，就在那里说不停的，躺就躺好。为什么要躺？保安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不把他赶出去？把他人走。我什么我？把他赶出去，保安。干啥了？我什么我？我躺的还不好啊？有床位了没有？没有啊，给我安排一个。没有床位啊？睡地上。睡这里。睡地上，那你每个月都不用交房租了。那这今晚就先睡这凳子了。睡凳子多少钱？两个凳子合并起来啊。可以，那明天我要去找你上班啊。嗯 ，OK。要向他学习。向他学习。学我们的名哦。你管好这些人哦，懂了没有？有我在，放心好了。管好就 OK 了，没有问题的。